饭团的感觉。女饭团，忍者，忍者，等一下，忍者，不要，不要，请你脱掉。有中二感啊。红花打过符号，我没看过。车站外面就有人在讲。大丈夫ですか？皆さんこんにちは、안녕하세요，欢迎大家收看《低卡寻奇》。耶！《低卡寻奇》是我们固定会在板上找寻有趣的文章来跟大家分享。今天你有坐你后面，你有没有觉得很特别？然后他很贴心哎，他还拿了一块遮脚布。对啊，不然你知道拿开会是什么吗？我的手搭。如果你真的主持完发现 Leo 的脚趾卡在你的那个头发里面，我还在尖叫哎！我没有，我想多恶心，谁我没有把脚趾插在你的头发上？因为你不要加油添醋。对，偷偷让他把盖紧。好，那我们马上来看我们第一篇贴文。第一篇是来自穿搭版的，男生喜欢日系还是韩系穿搭？元po说，元po看到很多日本的漂亮女生穿衣服很好看，就从日本代购买了很多漂亮衣服，结果男友觉得很丑，还说大部分男生一定都不喜欢这种穿搭，真的是这样吗？元po呢提供了一些日系跟韩系的照片，我们一起来看看哦。这是日系的。就是这种菱格铺棉大衣，然后再来这个成熟 OL 风、处女风，来再来下一个是这个日系吗？这个我看不懂，因为好像最近蛮流行这种透肤内搭，然后有点超出袖子。但我发现上面这几个刘海其实都是蛮日系的。对，我觉得日系的关键好像真的是他们头发会比较湿哎，空气刘海。这个也不是空气，空气刘海是韩国。你有你根本乱讲一通。而且日本女生比较少人是留长刘海，几乎都是会有刘海的，很多人都是妹妹头，而且他们都可以让刘海一整天都固定在前面。对，然后就前旁边也会留一些这样子。然后下一件呢是这个，就是也是有一点点蓬蓬袖，然后比较多渐层的穿搭啦。好，然后再接下来是韩系的，对，最直观就是长版大衣。大版大衣。对，下一件是这个。比较亮色系的短版上衣嘛，配有点工装的宽裤，是不是可以说韩系比较紧？我觉得有一点，有一点，对不对？比较显身材。但这个其实我有点没办法马上分辨说它是韩系还是日系。这是韩系吧？韩系吧。那最后看这个，这好像就是大家韩国欧尼风会想到的样子吗？我觉得日系是靠很多单品凑起来的。对，日系比较层次吗？对，我觉得韩系就是一片，然后就是上下这样。那我们请男生先来帮我们回答一下，你们比较喜欢哪一个风格？我自己是偏日系啊。哎，为什么？日系其实穿搭起来是比较有层次，日系通常都是比较长版，长版落肩，然后通常来讲，日系的外搭或是内搭都比较机能性。对，那这种机能性的情况下，其实他们就比较能够适应比较多的场合。我可能还是比较偏韩系。对，目前啦，目前。因为其实我觉得 Sona 的穿搭算我觉得蛮日的，在我们团队里面，日系应该还蛮常会喜欢蓬蓬袖。哎，其实你这个也是，它在这里缩口，然后这边又宽一点点。对对对。我觉得这是有比较可爱的感觉嘛。但的确，日本女生是比较着重在可爱面向，然后就是她们连妆容都是也要走可爱向，比较像是眼线会就是往下。楚楚可怜，对，就是要那个让男生会觉得哦，好无辜哦，好想疼他的感觉，对对对。那韩国眼线就是会比较锋利一点，然后会比较上扬。哎，韩国女生现在走一种酷帅风嘛，对对对，一定要那种酷帅。对 ，Y2K 其实也蛮酷帅的。对啊，他们的那个什么睫毛啊，然后眉毛什么的都很注重，很完整、很精致这样子，就是精致。我上次去日本的时候，发现日本每个女生几乎都戴耳环，哎，我超爱买这日本代购，我买一堆，我可以带一些给大家看。哇，我拿一个带来。通告王哎，好强啊！跟日本很喜欢，就是一些配件。我可以穿看这个。可以啊，可以啊。我很好奇他穿起来感觉。什么？你很像偷穿妈妈衣服的小孩。是吗？他有个洞，不是也会穿这种吗？对啊，给你脱掉。有点中二感，就那种小李，你知道吗？来穿穿。哦，它可以穿在那个毛衣里面，然后露出来。对对对，哎，你之前有穿过。对对对。另外一个配件也是我看了，我觉得好可爱哦，但是我后来自己在家里面戴，我觉得戴不了。你连吊牌都没有拆。对，我连吊牌都没拆。他在等着卖掉啊。这样子挂在。不错啊。挂在就是自己的这样子。你像狮子丸什么之类的。你可不可以拆掉？你看，你看。
你本人就可以扮狮子王，你还是讲人家？那你戴戴看，是可以的吗？等一下我想看哦。我说那种，我知道，小风车那种，对，那种安徒生童话故事里面的感觉，对，你跟周娜感觉不一样哎，对，你跟周娜，为什么在你身上有种御饭团的感觉？御饭团，地老婆，原本山来御饭团的感觉，那我戴这个，对，忍者，那么你就这样，忍者，大，其实我觉得蛮好玩的。好像哦，而且你跟你衣服好搭。对啊，这么好搭哦，全身就买这个了。Tio， 你这边要在绑关东煮那个福袋，你知道吗？那你带这个。对啊，你这个就合理多，因为这我觉得有点合理，真的吗？我觉得很像阿萨辛哎，哦，真的，什么阿萨辛那种暗杀者那一种，会那种中世纪会出现的那种盔甲脱下来之后的里面的内搭，对，他是骑士。Mayor， do you know the place？对，到底 ？I don't know what to say。对啊，我真的觉得你是适合的。嗯，但冬天已经快要过了。因为像我其实蛮想试日系的，就是，但我觉得是因为我没有到很满意我自己的身材，所以我才要用韩系来凸显，可能露出我自己比较细的腰或是什么的。哦，你觉得日系可能比较蓬蓬的地方又盖住你可能可以展现的优势？对，因为我整体不是非常的瘦，所以如果我是穿那种很多层次穿搭的话，我可能看起来会。不会那么瘦。嗯，我觉得日系的门槛其实蛮高的，既要很多巧思。真的，日系这样研究，对，就是日系你它门槛比较高，你入手个一两天，你可能还掌握不了那个精髓，反而会弄巧成拙。好，那我们来看几个卡友留言哦。B1 的卡友说，重要的是脸，但是穿搭还是蛮重要，穿搭就是可以。让你个人更有特色一点了。B6 卡友说日系真的晕爆，但真的很少看到完整的日系发型跟妆就很少见了。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喜欢什么样的穿搭，什么样的穿搭最吸引你呢？欢迎留言跟我们说哦。那我们来看下一篇贴文，来自个人版的那些年做过的迷信行为。元波跟朋友聊塔罗时，发现自己不算是一个迷信的人，所以元波分享了一些自己最接近迷信的行为。他说呢，他毕业前去行天宫问工作时签，他觉得蛮准的。他当时抽到下下签，后来录取的公司真的很可怕，元波做不到半年他就跑了。第二个他觉得他迷信的呢，是元波平常没有在看星座，但是以前有喜欢的人的时候，会忍不住去搜一下某某座喜欢的类型是什么，然后包含进饭店前敲门跟电脑旁放乖乖之类的，是不是也算一个迷信行为呢？我觉得我以前算蛮迷信的，就是也是会去算命啊，算塔罗啊。你会算命？你会算塔罗？会啊，以前有跟我算啊。那时候吴志志还在我们一起算的，吴志志也超迷信的。对，那天有谁？那天有我、Daniel、曼曼，他最觉得最准那一间，他说他爸算的，算完之后他们家就整个发达富贵那一间没开，老师不在，在我旁边找一个凑合的算命。那你们怎么选的？还有别的很多啊。啊，我们就随便看了一个啊。啊，结果呢？结果 我自己觉得没有很，他讲的很多很模棱两可啊。像什么？比如说什么除地绝经？除地绝经。对，你说要叫结扎吗？除地绝经，挖掘的绝。现在你表面上看起来有一些金子。好。收哪？表面上看起来有一些金子，但是你不要贪这些小财，你要更努力的向下。耕耘哦，才可以挖到真正的矿脉在下面。我觉得他讲得很准哎，对你而言，谁不知道往下耕耘？对啊，我也知道要努力啊，谁不知道要努力啊？他努力就很累啊。对啊，也有算过姓名学，他是说我不适合当就是头或是王，但我很适合当宰相，我很会给别人出主意，肚里能撑船的部分。而且他说我很有说服人的能力，就是我名字里面有带一个类似什么教师之类的，把我的观点去说服别人那一种。啊，是吗？我觉得你不是哎，我不知道他是这样。我觉得你是比较容易被说服。你开始拆他台。对，不要拆我台，我是拆老师的台。因为我是不敢算命哎，你是怕听到结果对不对？怕听到天命。对，我不想要他影响我的心情。如果他说什么我可能这三年身体会有状况，或是我要注意我家人身体健康，我就会超级焦虑的。哦，我知道。我算的次数好像跟他差不多，那你们都很迷信的。我算过什么塔罗，还有紫微斗数，还有一些什么用图来测。反正他就是叫我在内心里面想几个就是可能的对象，然后我就想三个，画把他们画什么三匹马之类的，分别画他们，就是画三匹马。不比你这个笑。
我想要理解一下，到底在笑哪一块哦？我没有问题。你是停在哪一个部分，对不对？是三只马，好不好？三只马，三只马。然后这三只马会分别代表这三个人。然后所以他是说可以在这个马上面放画一些特征。对哦，我就分析分析，然后我就觉得哦，蛮准的。有理想型林伯宏好了，嗯，这只马要怎么像林伯宏一点？没有，就是比如说这个人他很喜欢念书，你就在马的眼睛上面画个眼镜，或者这个人他是读医学系的，你就在他的那个马上面画个听筒。所以如果他有健身，你会画出肌肉，马的肌肉之类的。其中一个他说他不懂得爱人，然后第二个是不要再跟他继续了，然后第三个是他说是很适合陪我很久很久的人，这样。那你最后有听他的话吗？我没有听他什么，他没有什么建议吧？我记得这个建议已经差很多了。对啊，就已经是第三个人，你应该跟他相处了。反正就是这样，然后我就没有。还说什么？你是不是喜欢第三个人？对啊，对啊，那怎么算都没用了。但是我有就是把它放进去，代表说我在意啊。那如果是那种生活中的，例如说鬼月，或是。住饭店的时候，这种要敲敲门吗？我就会很怕哎、欸，就是如果我没有敲，我就觉得不对劲。鬼月的时候，睡觉的时候，我住我阿姨家，对，然后阿姨就看到我就这样，头发睡鬼月不要用这么乱睡觉，就是鬼月要用好，因为他说好严格哦，他说这样子的话，鬼会以为你是他同伴。什么烂迷信？如果平常头发很乱睡觉的话，我会稍微整理一下，就是至少拉到一边。你怎么知道你起来的时候是长什么样子？起来就算了。哦，其实小时候我暗恋一个男同学，然后我就把他的名字写在一个纸上面，然后放在枕头下啊，放在枕头下，这个我也有过，希望可以梦到他。我说男喜欢的人太多，他那个枕头怎么肿起来？太多了，那纸条已经放不进去了。他现在是用完的，又一个、啊。好，那我们看一些卡友留言哦。B 二卡友分享呢，我每年过年都会先去拜财神摸元宝哦， 对，然后去隔壁买刮刮乐，如果时间还够，就会再回去元宝面前用刮刮乐磨蹭一下那个元宝。而且有人中奖不是要开放给大家吸一下吗？对啊，那个也是迷信嘛。吸吸吸吸吸。另外的卡友说拜月老真的很神奇。我去拜到我找到男朋友中间隔了十多年，我那时候拜的是南投龙凤宫。大家有什么迷信的经验呢？欢迎留言跟我们分享哦。那我们马上来看下一篇贴文，是来自闲聊版的。你上次真的快乐是什么时候？是元PO说他这阵子跟朋友聊到说，上次发自内心觉得很快乐是多久之前呢？朋友的回答是高中某个时期，但是他们现在已经大四了，而元PO是完全回答不出来。想要听听看大家上一次感到快乐是什么时候，为什么呢？我很难发自内心为自己找到快乐，但我可以从别人身上获得快乐啊。所以别人不快乐，你也获取不到任何的快乐。可能吧，我可能就像名人一样，我希望获得村里大家的认同。难怪你局那么多，而且你不会消耗，因为那对你来说是快乐来源。对，如果我觉得今天这个局，我们把它弄得很好玩。那我就觉得很快，我觉得哇，那今天值得了。对，就算回家很空虚，但是那一瞬间的快乐是拥有的。那天我 KTV 喝酒，一个人冲进去跑出来的时候呢，哇，我觉得那这酒没不够不行啊，我再冲去买啊，会觉得说这个气氛不能凉掉，对对对，他就花火喝酒，哇，我有点燃了，对对对，让大家喝的醉醒，吹起来哇，好感人哦，像我之前去宜兰的时候也是一样啊。大家玩得开心，玩得尽兴，把你们服侍的服服帖帖，我觉得开心。那需要的感觉，可能吧，可能吧。那你们两个呢？上一次电车辞海，我们去台中拍摄，然后我们去到一个冷泉，可是我就想要热血一波，我想我们都来了，我赶紧把衣服脱，我下去游泳，这样比较有画面感。大叔原本就有一点点怯，不然说还是我们就踏水就好了。然后后来大叔看到我这样下去游之后，他就说：“好啦，要游是不是啦？”然后他开始也就哇，然后我们那时候全部人都撕开热血起来，我们就两个脱光。只剩内裤，然后全部两下去游，哇，爽啊，爽啊，连哪高都想下来了。对，我不知道这么夸大的，加油！但如果今天没有录节目，是不是不会下去了？对，绝对不会。但是呢，如果今天是我们三个人出去，我会说，哎，该有点钱，我要冲啊！然后呢，我就大车上面那个力友下去就好，对对，那个力友玩就好。我没有学这样好不好？一个 FP 哦，哎，对对对对，我爱心，厉害的配，我爱心，我不要，我爱心，是很回春的感觉，就是回春，就是你大了，说的人的，你28岁、29岁，很纯粹的那种开心，你有办法因为就是在雨中奔跑感到快乐吗？你光想就觉得好白痴哦，这样子，对，那天就聊到我们聊超多的，我们说人生不应该年龄要有界限。我们几岁的时候做几岁的事情，这个都是剥削社会的，没有什么几岁该做几岁的事情。那中南呢？我跟一些朋友，然后我们去，然后准备去 Fake Sober 那边，但是已经快3点，他们快打烊了，然后我们就在走过去的天桥，那个天桥上面，
我就这样大喊 ：“Exober， 不要打烊！”然后就我们又来了，这样，然后就是觉得有一种吼出来的感觉。结果那个天桥的门是锁的。那种不顾一切然后大吼的感觉蛮、快乐的，其实跟瑞友的蛮像的、差不多，就是放下包袱。就我觉得假如说可能跟男朋友看个电影啊，或是回去跟家人，这种我也会觉得快乐。可是如果是一个比较具体的话，是走中奖的甜、我就是在这次走中奖的再上一次是用不同的身份参加走中奖、就我原本就有在看 D 卡，然后我也喜欢，然后我那时候还有就是拍了你们的那个采访的影片，然后我还发了现实动态，反正就是我觉得超神啊。但是我今年是跟你们一起参加、所以我就有点觉得有点神奇，就是我就觉得说哎、就是怎么会就是突然可以跟自己觉得欣赏的人一起工作。对，你确定吗？你进来之后发现我那么鸡掰、你怎么还会开心？你才发现你有这么脏，这么恶心，桌子这么脏。对啊，没有啦，没有，应该说就是又觉得大家感情真的很好，然后又第一次可以跟大家一起去，那是很像出去玩。如果说这是一部那叫什么脑筋急转弯的话，你日常中发生的快乐，你可能过眼就忘了，重要的瞬间你会记起来，变成一个球放在你的长期记忆区了。哇，讲得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卡友留言。卡友是说三秒前撸猫的时候他觉得很快乐，撸猫你觉得快乐？撸猫很快乐，有养宠物的人应该比较可以理解。但他其实是有讲说、他上一次真正开怀大笑是在大三的 一堂课，老师说了某个笑话让全班哄堂大笑的时候，他觉得那个氛围很有感染力，一个空间的所有人都为了一个也许不怎么好笑的梗笑得很开心的时候、好像也是互相感染的那种。對，欢迎大家告诉我们有什么可以让你感到快乐的瞬间吗？欢迎留言跟我们分享哦。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今天的讨论你有不同的看法吗？现在不限学生，加入 D 卡就可以找到人跟你讨论咯。 D 卡选集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拜拜。今天就来一场烂笑话大赛，来来，什么东西远看像水桶，近看破一个洞？水桶腰。哈哈哈哈哈哈！太烂了。雷达引擎的键叫什么键？我知道。